我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可不可以分成这两种，就是会去兑奖的人跟不会去兑奖的人，甚至根本不会去买彩券的人。你有买过任何需要兑奖的东西吗？我是一个彩券狂。因为我这个人看起来很不像哎。因为我呢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个得奖，可是我非常容易中奖。从小我就发现这件事，我很有偏财运。你等下走出去，你朋友会被绑架。绑架可是还得买啊。他就会逼你去买。可是他逼我，那我偏财运就没了。那你非常会中奖，你干嘛不常常买？因为我就想说，我运气已经那么好了，如果又常中的话，那不是被雷劈死，对不对？就福分会变薄。对啊，我曾经在买那个大乐透的时候，不是总共要中六个号码吗？我中过五个号码。哎呦，二奖钱，有多少钱？真的有拿到钱吗？有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礼拜五会开一次奖嘛，对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主持现场节目，然后我就说哇，我中了五个号码，一定会有很多钱。然后我就在节目中就大吃红，就把钱都分给大家，然后分给家人，就现场都给他们钱。等到礼拜一我去领奖的时候，居然只有15万，还要扣掉税，剩下就十几万。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吃红大吃红吃掉多少钱？”大概30几万。因为我以为我可以中千万元，我就那一期太多人买了，所以就变成大家把钱都分了，亏本。对呀。可是拿到钱的人很高兴，拿到钱很高兴，我只是要赢的感觉。OK，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演艺圈呢，买过奖券或者是彩券，结果没有中到奖的，欢迎4月1号，你们好。啊，这个高兴的是，包括今天虽然看起来就是是小朋友，可是他经历过一些我们对没有经历过的那个事情，但是千万不能像一佩的这样子一个命运加上。汗点的眉毛啊，这样就不太好了。真是衰啊，很不舒服。还要公布这个得奖的号码，所以现在市面上的号码产生是靠这个吗？当然不是啊。为什么会抗议啊？抗议！不是他，如果他这种脸型来开奖，大家电机都砸烂了吧？我也不要说他砸电机。太阳哥以前我在开奖的时候啊，如果是这种 lucky ball 的这个小姐，我们根本没办法主持，真的怎么主持？而且万一掉球，还有一些状况，完蛋了！我跟你讲，那现场直播 lucky ball 根本跟开奖券无关嘛，是不是？啊，那是一个啊，那没有游戏节目，是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对对对。哎，所以你会用身体表达数字吗？啊，可以可以可以，马上为您公布今天的得奖号码，请猜。好难哦。耶，一，没错，答对了。再来是。不是因为要稍微，这个只能够用想象力了，意会不能言传。啊，今天很难得的呢，要给你们看一些你们像一佩年龄应该没有看过的东西了，叫做爱国奖券。这个听说小姐你又跟这个事情有关哦。对，我小时候卖过爱国奖券。哦，可以呀，因为你不符合资格啊。因为以前我们家门口呢，我们在衡阳路那一带就是开经营生意，然后门口呢就有一个姐姐，她每天都在卖爱国奖券，然后我都拉她去跟我玩，她说不行，我要把什么叫做在门口卖？她是有一个，她是移动的，她是一个，她就一个人呢，脖子上就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盒子，然后她就在球场卖，对，然后她就在那边卖爱国奖券，我就约她去跟我玩，她就说她要卖完才可以去玩，我说那我帮你卖，我就拿了一半，然后就说来买爱国奖券，来买爱国奖券，然后就我爷爷经过就看到说，这不是我孙女吗？我以为我爷爷会骂我说赶快回家，结果我爷爷就立刻买了1000块，然后我就卖掉了，就跟他一起去玩了。哇！所以你几乎客串一下，对，然后几乎每天都陪他去卖一下奖券。太好了！今天我们有机会目睹到那个爱国奖券的印刷版以及原稿哈，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是当初绘制爱国奖券的老师林信雄老师。哎。在林信雄老师旁边的这位陈小姐哈，她今天带来很多珍贵的发票给我们看，就是啊，你们有看过全部是六的
666666666，一共八个，全部都是六的发票吗？他也有啊，连号怎么可能？他也买66块的面包，是，对啊，全部都是六。它里面有，它是有等待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它有各种数字，以及它有已经不存在的百货公司所发行过的发票。这个是陈小姐的战绩，欢迎你。收集这样的钞票，可是没想到发票也有人收集。等一下可以研究一下到底要干嘛，因为发票最后会是邮票、钞票，可能还有保值，保值空间是。对啊，你讲到发票，对，因为今天本来只想研究爱国奖券，结果发票老师也来了，所以有点意外。好，我们先看一下爱国奖券，来，怡佩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是真的爱国奖券，我也真的那是真的原版，汉典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你们没看过。当时是一张50块的吗？哎，对，他有到早期5块钱，然后到50块，这个算。他好像民国30几年是吧？民国这个刚开始发的话，是民国39年开始。对，我记得民国39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从这个奖券上可以看到的资讯，包括比方说。68年9月25号开奖第几期？然后台湾省政府委托台湾银行发行。然后呢，旁边画了一个24孝的图案，对，是彩色印刷的。然后有一个 A 开头的数字，数字旁边有讲这个24孝内容的故事，对。然后这是两面都彩色印刷，所以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应该是一张啊，这应该是两张，因为它背后要写新移民得主的，对，所以这个要怎么使用啊？这个是买来的时候可以买单张，也可以买很多张。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背后要填写什么？背后啊，就是你只要得奖的话，背后填写你的名字，跟现在一样，像发票一样吗？跟现在一样，所以一个变成存根了，一个要存根，是一个去领奖，对啊，跟这个一样啊，后面还是写那些。没有得的话就不用填后面的东西了。对，没有得到奖的话就是爱国。哦，这叫做爱国奖，爱国奖，我就跟现在的公益彩券是一样，做公益，没有得奖就是公益啊。所以这个奖券的名称。已经暗示就是你应该比较不会得嘛，因为大家都是有怪国，所以这个彩色印刷的部分是为了吸引民众觉得很漂亮就会去买，是这个意思吗？是啊，它既有那个历史性、时代性的那个画面，那还有包括那个政府的政策。你画的时候是画黑白的？哎，没有，彩色的。你现在拿的那个不是爱国奖券，那是那个储蓄奖券。哦，是为了鼓励。另外有，是为了鼓励储蓄的，是不是？哦，那是在爱国奖券之前。这个也是爱国奖券。哎，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很早期的。这是新台币5元呢。哇，它是民国40年呢，仿照以前的钱币。以前我记得5毛钱有这个，所以这个5元就是一张卖5块钱吗？还是不是？只是奖券的表面印成钞票的样子。哎，对。哎，很早期的话是用那个钱票的那个界面来做的。太令人困惑了，因为这不是让人以为是钞票本身吗？对啊，我以前也用过这样的纸钞了，是乱说。你不可能有用过5元的纸钞啊？有啊，50年前吗？5毛有纸钞过，你知道？你不可能用过，不可能，你没那么早。以前最早100块是绿色，你知道吗？绿色是吗？因为那时候100万是一麻布袋嘛。那在之后他有出过，你有用麻布袋扛过？没有没有，那时候还扛不到啦。我就说我知道百万富翁那时候是成立的。OK， 那就是100万就扛一袋。对，但我以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赚那个绿色的100块。OK， 1万块好厚哦，就像现在的好几十万呢。所以我们桌上呢是有爱国奖券，也有储蓄奖券。是的，然后还有那个邮票。所以这个是写军人有奖储蓄券，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专门给军人，哎对，那个一般民众不可以参加，一般民众不可以参加，那个眷属也可以，今年的眷属都可以。哦，军眷，哎，军眷，军人的眷属可以参加军眷。所以这个稿子是那个储蓄奖券，储蓄奖券的界面，所以里面很多都是蒋介石先生在跟军人的，是是是，哦，我画这个储蓄奖券哈。比换了爱国奖券还多，所以今天我们请林先来，是因为呢，他有因为画爱国奖券被人家绑架过。哇，真的！
明星熊遭绑架，当场还原真实的情况。明先来是因为呢，他有因为画爱国奖券被人家绑架过。哎，结果到了那个网站的时候说，既然你不还不讲明白的话，不然你先画个画给我。另外有个人哈，看他脸色不太好，拍多久？我那个换了墨珠，对不对哈？所以我一拍，我那墨珠跳起来，所以我真的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啊，我觉得当时。明先来是因为呢，他有因为画爱国奖券被人家绑架过。哇，真的！爆破奖券这么好赚吗？没有品牌，这个我要讲两句话。因为以前在爱国奖券那时候，同时流行一个叫做大家乐。啊，因为爱国奖券它的金额同时流行的，对，就是应该是在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盛行。那是六合彩的前身是吧？对对，那乐趣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爱国奖券得奖最高金额就是一个金额而已。大概多大概多少钱呢？爱国奖券最高金额？最高金是发行一千期，啊，奖金奖金最高额奖金一百万，奖金一千万。只有第一千期那一期是一千万，对，奖金一千万，对对对。因为我记得平常它的金额并不高，但是大家乐在所谓的主投，地下的主投可以高达上千万，是好几千万，而且还可以全省包牌的签。那比如说你把这个号码，比如说这两号码，你定下来签，别人就不能签了，是可以这样，这样就包牌。所以你的意思说这个比较有赌的乐趣，金额大。就是以小博大，然后又可以有自己发挥的那个地方。对，然而那时候大家因为那是爱国奖券开出来号嘛，然后再做成所谓大家乐的地下赌牌，所以为什么这个林老师他会被人家绑架，就认为他好像能开牌，认为是有他可以开出号码。你被绑架的时候是报的是爱国奖券的号码还是大家乐的号码？都没有，因为我画的时候啊，是依据上面的政策啊。的图案来画的，对，号码跟你无关。对，号码跟我无关。我去看，看那个版哦，到那个六堵啊，去看那个印刷厂，我讲的那个版哦，根本都没有，还没有按上号码。嗯，是已经全部印出来之后，然后再按号码的。可是最后是哪一个号码会中，你也不知道。不知道。谁会知道呢？哎，都不知道。整个过程中谁会知道？应该都不知道。他号码是怎么产生的？和我们那个江科长啊，主任都不知道。不是，那怎么开奖呢？科长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摇奖，然后再对摇奖再报？好像那时候是有广播电台是摇奖，会是像这样用手抽出来吗？还是？哎，对，没有，它是有一个摇奖机，哎，有摇奖机。我那里面有577期。577期，我们请姚奖妹看一下好不好？577期，那这里怎么样？开奖机，啊，开奖机，我们开奖机，就是上面本身就画了开奖，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那个早期那是电动开奖机，对，老师是画到没东西可画，就把开奖机画一下，电动开奖机，哎，下面真的包罗万象，哎，就也有故宫的文物，然后也有开奖机，对对对，我看九龙顶都画上去了，哎，开奖机长得像电风扇的样子，对，工业用大电风扇，摇奖之类的，摇奖，手工这样摇嘛，对不对？所以等于绑架你没有用啊，因为你又不是摇奖的人，对，因为他以为说画爱国奖券的。都知道号码，这位啊，应该是知道号码。哇，其实我知道号码的话，我自己来签就好了。对啊，你自己中过没有？我要买，我没有中过。你，那绑架你人不会就应该立刻放你走吗？因为你没中过啊。对啊，可是他们不相信，说我知道名牌啊。结果你被绑去哪里？我绑去好几个地方，比如说第一次绑的话，哈，第一次你到底？第一次被绑的时候啊，是把我夹到那个阳明山。哦，哇，阳明山当时那个美金顾问团哦，你当时很有名是不是？不然他们怎么认识知道要绑？对，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知道我是画爱国奖券的。哦，你有上过报纸吗？那时候有，难怪。对，当时有报警吗？是啊，当时报警也没有用啊。已经被绑走了。对对，已经被夹走了。所以绑的方式是真的那种把你迷昏了绑走还是什么吗？怎么绑？树头扒光。对啊，怎么绑？下班从
那个大门出来的时候啊，有这个有一部计程车嘛啊，还有两个年轻人啊，看起来不认识，可是他给我讲说，你有很好的朋友在车上啊等我，嗯，哎，那个这个请我过去哈，这个和他打一个招呼啊，认识一下。对，结果过去了，想不到他被我推上车。哇，就这样就走了。可是那是计程车，你就跟计程司机说停下来就好了。那是假的计程车啊，是安排好的。对啊，真的有检车啊。到阳明山哦，这个一个那个房子里面了。嗯，那沿路他都没有把你什么绑上眼罩啊，这些都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很友善，就是对，很业余的绑架。没有，对，可是他看电视的电影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电影。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做。其实我吓得要命啊，吓死了哈，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情形啊。你就把它当成国民旅游嘛。可是这样子会轻松，这样不就沿路都看得到自己去哪里吗？对，但是以前这车子少，以前早期车子不多啊。结果到了那个阳明山那个房子里面去的时候啊，他就锁在里面。他主要目的要给他们说名牌，报名牌。我给他讲说，我不知道名牌，我怎么知道？对，我自己来签就好了。结果他们不相信了，他自己来签，他也不放我走，不是用签的吧？自己来买，他也不放我走。结果怎样呢？结果这个到了那一天晚上。把你留到晚上哦，一直到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放我走。哦，为什么呢？是已经开完奖，发现你真的不知道吗？还没有开奖之前啊，他说这一期啊号码应该几号会中？对，确实我不知道。结果到了那个网上的时候说，既然你还不讲明白的话，不然你先画个画给我。画画有什么用？对，画画他们要啊。哦。结果画画的时候啊，这个另外有一个人哈，好像这个看他脸色不太好，拍桌子，我那个换了墨珠，对不对哈？桌子一拍，我那墨珠跳起来，所以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啊，我觉得当时，哇，还留着，对，还留着，因为今天啊，今天我特别啊把这件带过来。真的做墨汁这样，对呀，对呀，墨汁这也是一个纪念呐，有回到当年的感觉。对，我觉得你们节目太屌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对呀。那结果，我画的那画三张画给他们了。你画什么了？画地形，被绑在地形。我其实是我紧张在画，因为怕大家有什么动作，我不知道。这个画的话，我有画那个竹子啦，画那个梅花，还有画那个山水。请你画的目的是要拿你的画去卖吗？对，他就是卖到那个美国，不是卖到那日本去了。哦，结果我到民国七十三年哈，哇，我到日本去开展览会，在日本那个西周嘎，就是金刚寺。结果他那拿了那个画给我看，说这个画请我这个鉴定一下，他拿了十几张，是不是你画的？其中有两张是我的，就是那个时候坏人绑架的时候被画的。对，穿这身衣服，哇，穿这身衣服，穿奇了。所以那个绑架你的人真的有把画卖到日本去？对，卖到日本去。哇，结果他是要鉴定一下这个画是不是你本人画的。我一看哦，这是我本人画的，没有错。有没有觉得林欣荣老师的人生好像在那天达到巅峰的感觉？好像是衬衫也留下来，然后这两张画出现在日本，还热销在日本，对，出现到日本去发展中。收集爱国奖券，我可以把这衣服卖掉。所以，请问爱国奖券上面你所画的这些画，这些画是原稿都在银行里吗？还是在原稿在台湾银行？请问这个是需要比赛才能够参加画这个，还是说你一开始就被选中要画这个？原先早期是由我们那个梁工主任哈，我们那个主任梁佑明，他来负责这个爱国奖券的这个绘作。梁公是尊称嘛，对不对？梁公尊称 ，OK。哦，好尊称。梁又名是梁公，梁公是尊称，然后他是主任，所以是梁公。包公伟明。
所以梁工主任就请你画。哎，对，那当时我很喜欢画人物，哎，还有画一些有关于那个生活上啊，这个还有历史上的人物。请问你是在银行上班吗？哎，以前我是在那个国防医学院，还有那在那个联勤总部。那你怎么会被发现？哎，因为原来他是我们的主任。画一张爱国奖券的画会被退稿吗？就画交出去，他们会说这张不好画。普通我都是画两张，然后从中再选一张。哦，那可以请教一下，画一张的酬劳当时会给你多少钱吗？您的酬庸是多少？这个上万块的啦，这个那时候还有就以前上万块啊。但是我们普通都办捐献，既然爱国奖券嘛，哈，就办捐献。有硬性捐献捐给谁？捐给你的太太。就是说，本来如果几万块就折一半这样子，哎，对对对，算一个优惠价就是。是是，OK， 一张画三万块，高哎，上万，哦，上万。请问，爱国奖券是多久发行一张啊？一个礼拜一次吗？这个差不多，这个一个月哈，一个月发行三张。三张，对，三张，很有钱，对，一个多，所以你说他这个收入，哇，天哪，年代来讲很高，在那个年代，我爸在台湾银行上班，基层公务人员，一个月大概四五千块，差不多，对呀，很高哎，很高，所以他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民国71年的时候啊，这个为着这个爱国奖券发行纪念哈，1000期，所以那一期奖金最高，是这个那一期是。中了第一特奖1000万，他是怕我们讨论酬劳，所以在咱们高的数字把它压下去，全价30万块的酬劳是非常高。哎，侯昌明，你说那个时候的物价1万块是房子的价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比如说我是我爸爸住的房子好了。对，在以前我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反正是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那一间42平的公寓大概才150万200万这里。OK。现在要3000多万。所以花100次就可以买。花100次就买一栋房子。就买一栋。而且一个月有3次。一个月有3次。我太容易了。难怪他一个月3万，我爸一个月4、5千。他不让我们讨论啊。会不会害他再次被绑架？因为现在已经水了嘛，到阳明山去了。吴一沛超铁齿，惨遭财政老板羞辱。上次是在摊子跟老板吵架，他说我要这张，然后他就私下给我刮，就没中。然后老板就在旁边冷言冷语说：“会中就会中，不会中就不会中。”后来我的下一个人他就买了那一张，就是我刚刚不要那一张，他就我就在那边看他刮多少钱，就看他刮2000。你看吧，那个是最好的票，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拿，然后也没有拿那个票，那个就是会中的，那是什么费定律啊？对啊，有爱国奖券的时候就已经同时流行大家乐，对，那时候流行大家，因为大家的地下赌盘嘛，所以玩大家乐的人没有兴趣买爱国奖券，对。金额太小，然后太少了，过程太冷静。但他们是以爱国奖券开出来的这个号码为主嘛？号码，对，然后真的吗？对呀，对呀，两个是有关的，对，有关的，有关的，用他的，所以他们用的号码，两个号码，用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开出号码。是是是，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听说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回事，就是说大家乐是因为有了大家乐爱国奖券才停办。因为大家赌疯太疯狂，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做秀场时期，就民国69年到民国70年初，73年之前，76年到76年，哦，到76年，因为后面76年12月，对，没有，我说王秀场，我说王秀场，全盛时期就那3、4年，那时候台湾仅是英卡罢了，那时候所有的人几乎，尤其你去看，都懂得所谓的大家乐。报名牌的，连我们在舞台上哦，主持人只要讲数字哦，台下就这样，都不听唱歌了。哎，听共，快讲快讲。来来来，我若问他说你哪一天结婚，他报一个5月12号的话，他们就记下来5505052。哇，因为那时候创造了南部最强的叫诸葛亮朱大哥，我告诉你，他的秀场场爆满。
爆满到什么程度？站票，以前听歌，其实明明就是买进来可以坐位置，但是不用，没关系，一样坐位置的价钱，然后进来站。为什么？人生。因为朱大哥有时候会爱玩，他就会讲一些数字，他自己很投入，很投入。可是他报的数字准吗？还真有几期就这样出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所以有的人不是进来看秀，是进来听数字。听名牌。那时候50%都是进来听。我真的不夸张，而且我在那边，而且我算是很早期出道，所以我那时候算是比较青春偶像。对。那我就唱动感的，但唱完下去的话，我们后面还演一个剧。但我出去，我光买个水果，人家还问我啊，这哎，诸葛亮他到播下面明白，所以别人你们提早把号码告诉我，我水果就免费送你。疯狂到这种，其他艺人不能报，只有朱大哥可以报。有啊，还有台上有的人就是演短剧吧，讲的哦，一摔倒没有，摔倒，哎呦，那搏斗的什么一级啊，要不然那控球啊，淋巴啦，就是这样。我告诉唱歌的真的越来越少。OK， 连费玉清费大哥讲话，哎呦，控球，大家都把记下，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那如果这一次听了号码，结果下次没中的话，他们会进来闹场吗？闹场我倒是没有，但是说实在，他们会去把啊，你唔丢啦，还是大号啦，还是小号啦，就有大号小号，就怪自己，我就不懂怪自己签错，对。那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诸葛亮都会玩所谓的全省包牌。包牌，就你刚刚讲说这个号码我要了，别人不能再。比如说27这个号码，那他自己也认为啊，说哇，这个吼李庆吼，应该是加税，他才随便摆一个加税，这个比出来可能就是01又是什么110什么之类的，他们就要那时候有什么特委啊什么又抓出来，那所以我们都会跟着参与，我们都不懂不懂也会跟着在那边，然后还到庙里面，明明下午就开始演出，一大早5-6点那跑起来跑到屏东庙里还去拜，为什么要去屏东的庙？不是求名牌啊，我也不懂啊。整个作秀的3-4年当中，到底有没有人因为这个就中了很多钱的呢？我中过几十万哦。我当年几十，当然我因为那时候我一次好像签10000多块，我就中过20-30万。哇！但是有输很惨过吗？输很，大部分都是输的，大部分是输，所以这样算下来就是一个不划算的事情。其实赌没有赢的啦，对啊，真的。所以那时候，但是因为那时候为什么风行？因为台上台下是打成一片，对，就不用用太多的音乐了跟声音，只要说。叽叽吼，那耳朵都竖得很高，就想听你。我告诉你，连门口卖口香糖的什么都，就像探头，人山人海的。当然节目也很好看，但是他们都想来听名牌，是不是真的有？所以如果27这个数字被包走的话，其他人就签不到，其他人想要也没办法。对，就签不到了，一封牌，那是全省封牌啊。但那封下来，那包下来是好几百万。开奖的时候是在台上就现场转播给现场的人听吗？只要知道。然后收音机或什么有报就开始啊这个哈被开讲啊注意听啊哦就很安静，本来很吵，就秀也停下来听开讲吗？这个点我讲的是应该是不夸张，连扫厕所阿姨秀在里的时候出去，然后扫他把那拖把的，全部人就看都静止听，一离他们一哎对，有的人很高兴，有的对，没中就这样的，哇，就整个就这样爆。那这样秀场就不用作秀啊，就是变成转播那个。没有了，还是有了，还是要作秀了。所以就是大家其实感情都非常好，因为大家共辜都共在一起嘛。是，对啊，是。所以当时做完作秀做到一半，先报一下开奖的号码，然后没有中之后，大家就没精神了，就随便唱一唱啦，就是好了。如果有中的话，哇，那个特别起劲，我该漏的就哇漏啦啦啦，没什么好漏的，这样。很影响情绪，会，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这种狂欢的时刻，每个礼拜都很刺激。那后来爱国奖券停掉之后，大家乐也就没有了，但是又多了一个叫做六合彩，就是香港的他们出来的那个六合彩，以香港的那个，那就变成港式台式，是因为这样吗？就是大家都不买，太风行签牌了。这个主要停办的原因哈，这个我们在银行里面再三的开会，而且。这个经常有被绑架的情形，不是你啦，是得奖的，是中奖的被绑架吧？是不是？对，包括我们那个江科长的小孩就被绑了。哇，江科长，对，也认为他知道名牌，是不是？认为这知道名牌。其实这个名牌这个号码哈，他们以为是这个我们知道，其实不知道。我们画一个爱国奖券的这个见面的图案啦。也不是说依据这个一名牌的号码来画的，
哎，对啊，所以他们这个等于疯掉了，已经疯了，对，已经疯掉了。所以这个浦东啊，这个百行百业啊，都很少去做，对，就是每天都迁都，每天对。都想一夜致富，所以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如果爱国奖券没有的话，等于政府就少了这笔收入了。爱国收入，对对对，这个爱国奖券停办之后啊，这个更加严重，就变成香港六合台。对，我记得。哦，那更那政府就收不到钱。对对对，这个把这个迁徙的经费转到往外面走。哎，对啊。我情人节礼物就送给我老公一叠刮刮乐。他全部都刮了吗？因为内地没有吗？然后我就说一半你刮，一半我刮。结果我刮的那一半呢，有中200的，有中500的，他刮的都没中。我看这个是运动。等一下，那请问你们在现场刮的时候，难道不觉得旁边有人会看你们在刮吗？不会啊，大家都这样，大家都很现在刮刮乐很平常，好玩啊。所以好玩就是好玩在现场刮，是吗？对，然后就是你那个神秘感，刮开到底有没有？好玩到一个对到门，对，咪牌那种感觉。那好玩到连我儿子6岁哦，咪牌他在家里面，家里面自己拿一个名片啊，就用立可白把它涂满。就当刮刮乐，爸爸，刮刮乐。那刮完是猴苍蝇。哎，爸爸送你。等等，爸爸要给你100块啊！胡苍蝇报名牌，全场没人在乎他。有一次是我老亚兰啊，他做梦梦到了号码，可不可以不要像讨论严重的事情啊？只是没有发生而已啊！我们会有做梦，我们刚才讲做梦，没有人在听着。没有啊，大家也在做梦，对不起，做梦了，这你们也在做梦啊？就是在摊子跟老板吵架。你对，因为他就是这样子一整排嘛，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多。对。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我很迷信，我就心想说我一定要选一个我的 lucky number。好。对，然后我就是不是好？对，老板就对老板要死，我就说，我就这样打他，就说不要这个不 lucky。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不 lucky？ 因为我就觉得我心里有想说我要数12张，我要买12张。哇，难怪他都不会中，本来老板看会中的要给你，就被你打掉。老板也不知道啊。哎，小姐，你演戏的时候。不用担心，不用力啊！所以你真的打他手说我要12张，我就压住他的手说我不要这张，因为他撕掉了就要给我了。对，然后我就数，我就数了，对我就数了12张。比如说这12张，我就说我要这张，对，然后他就撕下来给我刮，就没中。然后我的下一个人他就没关系。然后老板就在旁边冷言冷语说会中就是会中，不会中就是不会中。然后后来老板不应该讲这种话对吧？因为太扫兴。不是，是因为我拍了他的手。他就觉得会中就是会中，不会中就不会中，那是几率的问题。结果后来我的下一个人，他就买了那一张，就是我刚刚不要那一张，他就，然后我就心想说，好，我就在那边看他刮多少钱，就看他刮了2000块，你看吧，你看吧。等下老板有说你看吧吗？然后老板就说，我就跟你讲，会中就是会中，不会中就是不会中啊。他就说你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那个运气。那个是最好的票，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拿，然后来没有拿那个票，那个就是会中的，那是墨菲定律啊。主持开讲节目就跟画彩券一样，就是并不表示你有比较多没有资讯嘛。所以每一个人看到我们都在问号码，但是我们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没有办法。那你主持后你就有养成习惯，说我也要去买。有有有，因为那时候在主持，然后刚好那时候手上的节目非常的多嘛。对。然后因为我们每一集都有那个开讲的达人，他会在现场告诉你说，哎，那其实应该怎么来解那个号码啦，什么号码它是有希望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哎。真的假的？还有。对啊，他会稍微解一下这个方向。这是随便讲的吧？没有，那他们有一套逻辑。你在干什么？不是，我受不了。刮起来了，怎么有人在主持的时候刮？你干嘛？真的刮刮的。其他的全部都在刮，受不了了啦！全部都要做，你们先聊一下。对，你可以秀，我们边聊边刮吗？不是，因为他们我不会跟你们讲，好不好？中了100块，恭喜！还在开心，因为你真的人生中没有中过吗？从来没有刮过中过。那发票呢？发票也没中过。发票像这一种哦，你要把它叠成一叠，对不对？两个月一遍嘛。对。所以那折起来，你就对那号码一张一张这样，很像数钞票。对对对对。一张张，然后再沾一下口水。花时间可是很刺激，你就这样子。那个号码是这，等一下，我六六我有六，我有。就没有事，就这样子，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你发完了，你全部都开完了之后，你就没有力气，你真的，你巨人下课，吓
所以对发票对下来会眼睛会很累，不是吗？稍微，如果你量多一点的话，但是对中那个成就感很好啊。你对中过多少？我曾经有一次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每一次我就在边对发票，不用讲过程，你刚刚知道对中多少。但是我跟你讲，那一次中的印象太深刻了，多少？因为那时候我没工作，一对中六个号码，那是多少钱？一万块。什么才发票很难，什么才一万，很难中哎，一万块很棒了，好不好？说两百块可能小额的。对，陈小姐，你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发票啊？当初错误的开始是一个朋友，他说，哎，小妹，我出油钱，他为了要那个加油站的发票，三重的国元。啊，我想说从台北邮局过去很近嘛。对。哦，有人出油钱，这这么好看，当然去啊。叫你去了才知道说，他是为了要收集这家店这个加油站的发票。为什么？因为这个加油站哦，他的发票不是跟财政部买那种黑白单色的，是他自己印的 logo。哦，比较特殊一点。这个财政部为了便民，因为有些比较大的公司行号，像 Seven 啊，他每个月用量都多少万张的。那个会计去搬，我称过一万张发票是15公斤。嗯，哦，因为为了要便民，所以财政部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称过发票，开业2年以上，每个月用量5万张以上，无重大逃漏税记录的优良商家，可以跟财政部就是说第几号到第几号，归他，就是你自己去找印刷厂印。哦，所以他可以设计 logo， 对对，可以自己。那这个乐趣是那个公司可以借此宣传他自己的形象，对对对，所以很多广告啊，还有很多明星。所以那个加油站就有自己印自己的彩色的发票，朋友就叫你去替他跑一趟，对，因为他没车嘛。所以你去了，你去了之后，你就自己喜欢上这件事情了。对，我就发现，就是我就问他说还有哪一些站是这样子的，他就带着要我带着他每一站去搜。所以你收到全部吗？我知道的都尽量去弄。收集来以后可以做什么吗？我有特别的订户跟我订全省的搜狗，全省的星光三月。哦，真的啊？对。请问你怎么得到每个号码都同样的这样的发票？那个8个5的那十张是我在民权西路捷运站上班，我是发广告。我们广告公司就是每一小时可以休10分钟。那我就想说啊，刚好附近有个面包店圣纳多堡，我就进去买个东西。是，才发现哎，还差1000多号，就是8个5。那很远呢，1000多号。1000多号，照理说一个面包店生意好的话，1000多号应该一天不是不可能。但是好死不死，你先走进去那个店里看，说现在打到几号？对对，差1000多号。那店员会给你看吗？有啊，我就买我自己买的那张，差1000多号。哦 ，OK， 所以你就有一个灵感，说快到。对对，我要等。对不起，倒数。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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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七八个六八个七也都要，对呀，也都要收集，对不对？我一个朋友他有一张八个八的，他也是特别买88块。哦，所以你的朋友也是这方面的高手。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号称发票王子。公主，我们这些收藏同好就在赌啊，发票王子跟发票公主谁先中到头。那请问你们是有一个聚会还是组织？有个发票团就对了。对对。那乐趣就大家亮出自己的发票来比赛。因为我们比如说有些店台北有啊，中南部的人想要，好，比如说像微风啊、金华城，只有台北才有。对。所以中南部的人就当个宝。哎，那请问这样一张发票可以卖多少钱？我这张八个五的那个电视台的朋友出10000，我不卖。哇 ，OK， 对，发票博物馆，所以是跟所以是有行情价的，对，跟球员卡一样耶，这也不输集邮耶，对啊。你本人后来中了什么奖吗？主持那个节目以后，其实没中什么奖哎，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有一次是最呕。你买了没？买了。你连续买？没有，有一次是这样，有一次是我老亚兰啊，他做梦。梦到了号码，左边都比较小，因为他就那个剧情说他去买衣服，然后就消费了1500。可不可以不要像讨论严重的事情啊？只是被夸奖而已啊。左边比较大，不好意思，禁不住，禁不住想。我们刚才讲做梦，没有人在听，是吧？没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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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有。你太太在做梦，对不起，做梦过，先抱歉啊。是你们也在做梦啊？亚兰做梦怎么样啊？他梦到，他梦到他买衣服花了1980块，是是，然后走过了一座桥，对，然后那一座桥，然后后来他醒来，早上就跟我讲说，哎，做了这个梦，数字多少？然后走过一座桥，我说哦，是，然后我们就开始兜号码，他兜1980嘛，01 10 08 09 19 18，各种排列组合啊，对不对啊？然后我就说烂毙了，我说这样的号码01 08 09 10 11，这全部连在一起怎么太烂了？不像是会中的号码，不像会中，太烂了。然后但是呢，他说可是你看还有那座桥，因为走桥就像一一嘛哈，然后就把它兜一下五个号码。我号码后来到了那财骏行，我就说不，号码不优，不然这样加上你的生日，因为是你做的梦，那他是民国65年11月17号，所以17我把它加进去，然后65年就06 05，对不对？我再把它加进去，不对，我就把它，我就把它兜一兜，兜完了之后，反正他就是他所1980兜出来的号码，我都把它拆散了，对，然后加上他生日，把它拆散了，花了3000块，下去包买。对，包了，3000包不了吧？没有，包包几个数字，有包5个，包6个，包就那几个数字去包，就后来开出来了。嗯，他梦到的1980那五个号码全中，把他拆光了。你不听话，我拆光了，你差点把家里都拆散。真的？你这样很对不起他做这个梦哎。二奖是带多少？我不晓得那一期，因为每一期不一样。每一期不一样，就像我那时候本来应该是几百万、几千万，可是只有15万。对啊 ，OK。所以你有告诉你太太这件事吗？她知道啊，她记恨到现在啊，这件事情大概有8年了。后来再也没有梦到过什么数字。后来做不到梦了。那后来是因为我在开奖期间，然后那个有那个开奖的达人，他觉得说，哎，那你最近好像运势还蛮旺，说我说还好吧。他说那不然这样啊，来买个号码。那我说好啊，那我不然我们家里养号码，我就用我们家的生日全部兜成6个号码，就开始养，养了长达半年，每一期都买，结果呢，只中一次400。哎呀，还可以养号码，这也是失败的，不要养号码，这也是很难的。我跟你讲，真的好难养号码，不要养号码。对，因为如果你养号码，就是讨论这种事。你要号码，然后你去旅行或是什么东西，你会到泰国或是之类的，然后你就发现说，哎，我没有买票，你就是那一次去泰国就会赢啊，你知道吗？又变了红剧哦。但是，我跟你讲，不要去代号，真的来他就会来，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在开讲，我们有工作团队嘛，刚才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员，他是道具组的，然后他就那种50-60岁，其貌不扬。有一天呢，他就你看到，哎呦，怎么这几天每天看到他都穿很干净，都是新衣服。那我们就开始打听了，然后一问他之下，他中了金彩539的头奖。哦，电脑选号800万，头奖酷。啊，他那个人就是你电视台，他有养号吗？他没有养号，就是电脑选的。你要裁员，随时他可能就会被裁的那一种。哇，但他就中了头奖。然后补大补，哎，大补啊！那钱怎么花呢？他说我当然买了几件干净的衣服，再把那个钱拿去桃园买了一间房子 ，OK， 就放着，多好。所以就是你的招数根本没有用，我的招数没有用，所以别养了吧，各位。所以根本不用信赖你们这些主持过开讲。我们大概我们的能量应该也不太强了，不然强也不会在这里了，应该也住地堡了，买新衣服什么之类的。所以刚刚尝到败绩，有让你觉得很挫折吗？不会，因为我差不多刮5会中3，所以那个没关系。所以等一下录完影再继续。谢谢我什么都来。我知道。好，祝你们中奖，谢谢。康熙来的制作组本身为你准备了一个礼物，我都是你的四爷。